是吧？每天打扫墙角，你过过来啦。真了，换了他给换一样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小厨。今天不在家里面做菜，买几斤羊蹄去朋友那里搓一下啊，年底见面吃一点好的吧。好，下面就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农庄感受一下惬意的氛围吧，好兄弟，开始吧。哎，这羊蹄能不能买了？38的，羊油呢？羊油40啊。高油24。我要点羊蹄的。羊蹄蛮贵了，哟，蛮难的，蛮贵。要难的。张总，羊蹄啊。这羊蹄怎么搞？没给。来，罩子盖。哟。这是什么丸子？以前给我们家的马蹄子啊。哦。有种工还要你罩啊？哎呀，我刚起码就罩的。嫩双份工资不是早点在等，像这种，这搞烤肉嘛，哦，更多啊，是吧？一斤。烤肉呢？炸好没有？炸好了。看一下大师傅炸的扣肉，不错不错，这块好。你说里面应该什么东西啊？有马蹄啊，香菇啊。试一下。哎呦，这烤鱼。那个肉粉。啊那哎哟，我操了，做人八点半钟来这个，我人还来操心呢，操心呢我就起来，他一直唱到晚上九点钟。稍微的。稍微唱，可以唱那种。可以吧，老师？我真是汗哦！甩甩甩！难道我的梦就这样每天每天做完？重阳饺，重阳饺，真的好好，好顺口，顺口。兔牙不？兔牙。羊一饺，差不多一年两个月。两岁。九。把它清洗干净。炒一个糖色。就行吗？芝麻酱的。下芝麻酱，花生酱。加海鲜酱，这是鸡精、白糖还有盐，来给米酒，来点老抽调色，放到高压锅里面。喂，啊，哟，谢霆锋，啊，柳州谢霆锋。大的吧，原来嘛叫老张啊，原来嘛。哦，副处长一点。哦。好多年没见了吧？
我说了那里。嗯嗯嗯。你说呢？那多嘞？蟑螂。那他不喊蟑螂吗？我没记得了，好多年了。他的外号喊蟑螂啊。今天的发现钓不？一直跟以前没钓的。发际线越来越上去了不？啊？毛多多嘞。我看你没动。哟，还画眉哦你啊！画眉的哥，你删个吧，没给播出来吧？就要是嘛了，你画出来不是给人家看的了？哎，好丢脸的这个。这里准备蒜子、姜片，还有小米辣、芹菜蒜。这里还有豆腐乳，就鸡精、味精、胡椒粉、盐。看到不？锅热下油。你踩后宫，哦哟，亮了亮了，啊，姜焖焖羊蹄，下豆腐乳了，名人不说暗话。我喜欢你。可以没？对。没有他，我那两比较嘞，他没有断了。他其实他上，别个帮我夹子那两比较嘞。你不要边个边个过边过这个哦。清水涂鸦。我来呀，我来，你帮我带路叫的。煲汤啊，煲汤啊！我来。又来个，喝牙肉煲汤啊！真没把握干，脂肪的瘾，脂肪的瘾，是吧？可以不？双肾，你今天没有干的就好了。哦，双肾，双肾。就要好像蛋呢。哇，香不？弄嘛。这三花。来十块烤鱼看。哟，这有点肥啊！哎呀，我不变肥。是这两个烤肉啊，来了羊蹄，Q弹吗？我们吃，不喜欢吃，我
没煮。是啊是啊，还嫩了没？没有炒。炖得好些，但是我觉得太甜了。要给别人炸饼。炖得好啊，王女士。炸饼。比较好。啊，冻啊！嗯，来好啊，好啊，干得更好啊，蛮好听嘛。来来，你叫你嘴硬，我叫你干啊。哎呀！我们的我们的煮得好，煮得好呢，为了真的。谁我谁呀？知道吗？那就没这个了。我想讲你几多钱，老表呀！我讲我老表，我是没坐下去，但是我在坐。